继续要来看是嘉义县鱼潭自然生态园区，是位置咧166馆的进入水利进行一处自然生态园区内底，山林的风景相当迷人，园区内底阁有30个瀑布，生态相当丰富。伫咧防疫期间，民众不妨会当把握着这个时机，行到户外来透气，加伫咧健康步道来放松家己的身心。嘉义县鱼潭自然生态园区位于166馆道进入水利进行的一处自然生态园区，山间风景宜人，园区内有鱼潭、向山、新湖30瀑布，自然生态丰富。在防疫期间，会使出来户外散心透气，行伫健康步道，舒放身心。园区内绿荫缤纷，适合所有旅客前往佚佗。鱼潭溪所流经的地层属于沙叶层，互相交叠。因为这里发达，有真侪该站的瀑布以及湖穴、高山的岩壁、溪谷下、波多加等特色，是观察中海拔溪谷地景上好的所在。水系生态为浮游生物、鱼苗、芝麻虾啊，到两栖类生物，累积出整个园区无比丰富的生态体系。这些新闻蔡明东嘉义县采访报道。I'd say I do for the rest.